好了，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超级马六兄弟 V 攻略。我们上次迈向第五世界，不是吗？好，快点，我们来五级。我今天的计划就有上传这一部影片，因为你知道的。哇，我下下个礼拜就要月考，然后下个礼拜要断考，而下个礼拜要比赛，所以没办法了。所以我现在就来开这个攻略吧。这可能跟我命有啥用？有个屁用嘛！真是，够给钱赚。啊，剩下的钱太惊险，不要拿了。五十粉，这些鼓着什么是绿球的那个毛绒怪，你这些笨瓜，你们喊什么烂球啊？就是，你们肺活量最好是有我的。谢谢。哇！哎，我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好啦，据我所知，这些全部都是钱，所以这些我就不再去用了，你就直接往前走。然后这个荡秋千，你只要用你的十字线的左右键，然后摆摆跟你要跳的时候按二，就像这样。算了，然后这个是水车啊。如果你有冰块，其实应该是可以不用走。就像我这样，不过你要小心，不要溺毙。先把冰起来，这样你就可以很轻易的踩上去。Bang you win， 你就赢。好了，接着呢，我们绝对不可以下去那下面那个管子，我们要上来这个乌龟里面的隐藏管子。你要是下去那个管子的话，你就拿不到这一块。对某些人来讲，也许没有很严重。有些我认识很多人玩这游戏，大部分都是只要过关就好了，没有再拿什么新经历那些鬼玩意儿。我真的知道很多人都没有在认真的去发掘这游戏的精髓。好，拿分数不错。干，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原来摄影机掉了。刚才可能是没有调好。刚才真的发生了一个大悲剧，刚才还好摄影机掉之前，我赶快先把它接好，不然可能就已经摔坏了。刚才这个路霸很讨厌，快点，你摆明是在浪费我的时间，智障，你真的很白烂，吃辣片啊，这。哎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东西，我好像对的有点不准。不过刚才掉下来的对不准，我也没办法。好，我们两关都可以去，我先去五只二好了，五只二比较简单。五只三是泛滥，超烂的关，五只三真是超烂，五只三是超废的关。好，这些毛毛虫就是所谓的大包毛毛。啊，他们跟那个马六一和二的那个毛毛虫一样，都会很生气。生气的时候也是往你这边走过来。好，带着我们抛一砖块，拿到这一块。跳啊！你还在管子？无聊啊，这东西。摸啊，没啥用。首先，我们要跟着这个毛毛虫干。这个毛毛虫，你要是在它身上用力一按二，你就可以弹得特别高。这种大毛毛虫蛮奇特的，我这可悲的毛毛虫居然夺走了我的火花，你太可悲了，又可以吸引。哦天，我刚才开始死了，好快，看我不跳，拿钱，好，这边开始用力，看去死，好，应该是要往这里跳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要这样子 ，Go， 跳上来。这边是隐藏区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对，应该是这里吧。第三块所在处，对我答对了，太棒了！我很久没有玩这一关了，
我只记得，好，这些钱你们想吃就慢慢去拿吧，不过我不要。哈哈哈 ，bug。你去吃屎！我要拿那个，那应该是道具吧？那蘑菇，小心蝙蝠。现在开始，刹车不及时了，稀罕了。哎，过了这一关了，怎么那么快？好了，很可见，我们下一关就要遭遇悲剧。跳啊命！好，这关简单过了。哦，天哪！当你的路被堵住的时候，有个方法，看你是想要直接先去过库巴关。当然，我不可能会这么做。我的方法是自杀。虽然这有 bug， 要是路还是不通，你就再自杀一次。总有一次会通的，一定会通，绝对绝对会通。看我多吧，杀了贝叔，还我没办法去过那个道具屋。没办法翻道具。奇怪，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那天上传马六一和马六一兄弟 V 攻略 Party 九玩第四世界的后半段，我记得那部影片很模糊啊，为什么都没有人来问我说为什么？原因是因为镜头上有灰尘，而且我没有擦干净，很烂的一个理由，对吧？快给我！不要给我命，其他什么都好，也不要无敌金。好，等安无好。吃粉饼。滚开啊，笨！跳啊！好，这个东西蛮好玩的，不过这东西真的很讨厌，你一定得打他的头，你没打他的头，你是这个直接死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东西真的很烦，而且大家也给你们看一个很瞎的东西。这东西你看，没有，我刚才没有成功。你要是拿龟壳去丢那东西的脚的话，它还是不会死，知道吗？干你娘，给我命！哦哦哦哦！太强了，太强了！该真是太屌了，真的。而且，在，然后开始进关子 ，Picky， 哇，钱，我要钱，好，有一些掉进去的，吃大便，好，这里看你要，好，这边进去，这边是那种红环，不过我们现在有道具就先不要用，等到大家没道具的时候再进来。哦，这叫做最好的打算。钱不错。好，接着我们要来做一个东西，我们要把龟壳丢进去，这样我们才能拿到这个第二款。哦，对，先把这个龟壳打遍。好，这是拿第二块的方法。Oh my god！ 我居然真的吃屎去了。好，我看我们大家得去用那个，我看我们大家得去翻道具。好，翻个地球。哦哦哦！哎，刚才没有炸到废物吗？随便啊，算了，我先进去好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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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要再吃屎了。小心！哦，惨了，最难拿的一块来了。这块是最难拿的一块。哦，小心，这超快的那个。哦，我踩点它比较好。这真的是最难拿的一块。吃屎啊，这个废物！我好多次都死在这个废物地方。哦，先踩点它，赞啊！赶快进去，耶！这关过了，赞！要是你最后没有失误的话，这关就过了。好吧，吃屎去吧，吃屎！耶！哦，干，我没有拿到命，算了，随便杀。这关爆难的。好的，不错，我们要来到的是 BOSS 关，我太远不要，哈哈，口战一绝，不错。好，快点来打 BOSS， 我很想赶快把这个废物给干掉。很囧的连胜，你知道吗？哦。真的是钱，所以不用大多理他。啊，这个是道具，我知道。欧爷鞋，哦，是那边呀，我这边。小心这个尖刺，很讨厌。我很多次都败在这个该死的尖刺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啊，我走错边了，这边是拿钱的。哈，好可怜哦，我才刚复活，就被我又被我踩了一下。该死！哦，白痴啊！好，第一块要这样拿。OK， 打。哎，这是怎样啊？快让我上去啊！我刚才为什么叫他来啊？吃粪，你去吃屎，吃大便。OK， 好，那就。如果我们猜没错的话，那应该是道具，对，那是道具，绝对是道具，有一百万。跳，白痴啊！这钱无聊。好，翻多一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弹簧弹上去。要看。好，你可以先去旁边娱乐一下，蜜不错。哦，没跳好，算了，还是可以娱乐一下。又没跳好，还是可以娱乐一下。哦，那个红黄我不想想拿，要是你没有道具，你有本事你就去拿拿看，那很难拿，除非你运气好，好吧？我没有做到的，算了，他。啊、真的被我拿到了，好命，吃屎去！哦，可恶，可一边呀，我要这边，哦靠！哦，干！哦，你吃粪啊！快点闪开了，我要去拿第三块。哦，赶快去，这个弹簧是可以抬的。这是应该是要往右吧？没有，判断错误。哦，吃屎哦！这边会让我盲估手很爽啊。不是因为太阴暗，不是因为阴。因为太阴森了，而是太恐怖了，就我们估这样我们才能拿第三块。要是你没有道具，你没有长大的话，你是不能拿第三块。第三块一看就知道一定需要长大了。如果你眼睛好的话，应该说如果你没有瞎的话，干，应该就是他这个。何况 ，fuck， 干。哎、欸，很讨厌哎，我都已经过那么远了，现在还要我重过吃屎啊！因为我们翻中间点的地方是很
很早以前的，拜托，我失分啊！这个杀恩贝，好了，能力已经没什么重要了，拜拜，吃屎啊，蘑菇，吃屎啊，蘑菇！那红丸真的不太需要去用它了。如果你真的想冒险的话，不过应该没有人想冒险吧？该死了！我每次都会以为是在右边，这是什么鬼理论？哦，先吃屎。我不要再被他赢了，拜托。耶、oh, yeah, ，完美落地。我说过不要再被赢了。好，快下去。欧耶，打 BOSS 战！我要狠狠记录下来我打完 BOSS 的这一刻。你很看怕哦，你很白蓝，你知道吗？失分啊！这 BOSS 很简单的，只要我们不要失误，很快就可以打完。居然在这种失分啊，就烂 BOSS！ 哦天！十分啊，哈哈，简单 ，bitch， 这是个死 bitch， 简单过关，刚好200秒，白目啊！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就这样子完成了前半段，我们要结束了这一部片。然后我们下次要来过后半段，后半段更难啦、啊，不是吗？其实啊，奇诺比奥，我不可能救你。各位，再见。